说现场两个人的决赛现场教练都没有来哈、啊。对。对。都不是很凶，都还是比较慢。还没有打开。对对对对对，他还是都是试探性的，也反手护圈的中台。对。这个。哇。木原是木原没有领先一分。好球。好球。你看。是第一局的局点。好球。好球。那第一局的比分所以说也很不容易，而且这些其他大洲的选手都是从各个地方选拔来非常优秀的顶尖选手，从战术上还要进行一定调整。对，那这种球他就、嗯、好球、啊、好球，旋转，对，还要有那种能够周旋的能力、啊、对，好球，好球，这个出来的女队员也非常对对，男女优秀运动员非常的棒，好球，9-4，四分的差距，不错，好球，好球，是这样，还是要变被动为主动啊？对，好球，好策略。球的质量，击球质量给打出来，嗯，包括被动，嗯，开始有变化，好球，对，牵可以牵制对手，对，让他人要站不住，嗯。先来看场上木原美优还是比较轻松的，能拿这球，2-1，木原美优领先一分，他具有的能力、嗯、旋转质量拉出来还是不错的，嗯，其实刚才那两个发球很关键、啊、对，嗯，发球有变化了，嗯，再来啊，那我们进入第五局的比赛，然后已经背后没有没有退路了，对，要放下，不需要自己加太多力，让对手借力。1-5，啊，9-8，领先一分。啊！太想赢了。这样的话